绿色。当我们的图像上有镜面材质，然后我们希望镜面材质呈现一个光晕效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使用混合模式中的绿色功能。首先在图层这边新增一个图层，并上一个全黑的背景。之后我们打开滤镜中的纯演算上色反光效果，这个时候可以调整光晕的位置以及光晕的亮度以及光晕的样式。当调整到自己想要的亮度以及样式以后，我们要去猜测光晕所要在的位置。确定位置以后，我们按下确定，然后我们对这个图层做绿色的动作，这样在镜面上就会呈现光晕的效果。